团结的所哦，安全促进会咱的王寿禄王老师哈，与咱的会长王翁会长，也够看到咱新营补习班咱的蔡清田蔡老师哈，伊也是非常照顾咱五届的一位，非常疼惜咱五届的一位长辈，也是吼咱王定武校园会的会长哈。而且咱也看到咱的蔡老师一直咱现场咧关心，啊，咱再来是不是来邀请咱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咱的荣誉会长吴美满吴会长上台为我们讲几句话。好，来，那我们掌声欢迎吴会长。啊，吴会长呢，对内经也是非常关照，非常照顾一位长辈哈。啊，对台南市呢女性权益，他促进的是不遗余力哈。咱现在咱的在一处，好，就先掌声来欢迎咱的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咱的吴会长，还以及咱的代表哈，来咱做会上台。请我们女权会所有的女监事以及家仔弄出来，来女权会家仔请恁来。今天有三哦，阵容强壮，咱们阵容非常庞大。还有一位，有三位女婿哦，我刚刚看到了。石岩姐，周石岩，周大哥呢？郭大哥哈，好，我们最有智慧、有活力、最美丽的蔡立青主持人，啊，还有各位贵宾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迄个敬请赶紧先了。真欢喜来参加吴姐今仔日的这个服务组的成立。啊，阮是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的理事会代表，因为阮的理事长今仔日有代志去台北，啊，所以我啊含阮的迄个理事长到伫遮。哦，他已经离开了吼。啊，因为拄只各位来宾拢讲真侪安尼鼓励的话。啊，吴姐吼，是阮台南市女性权益促进会伫台南地方法院婚姻咨询的一个委员。啊，刚刚吴姐吼，有五个杰出的优点，非常的吴姐吼。第一吼，伊是非常的爱台湾，伊对台湾的意见吼，做十年来吼，我。没有改变，而且吼，每一次的街头运动，伊拢是全家出席，这是互我非常的感动。哦，这第一个，第二个吼，伊服务非常的热忱，伊是阮女权会拄只讲会员，同时也是阮的迄个婚姻咨询的委员。叶夫林吼，蔡碧慧是阮女权会成立到现在，她一直是担任迄个监事常务监事的。工作两个夫妻哈，也三立公对外女权会服务很热忱，爱也热忱，对不是跟他对社团来表现，对也社区，对也邻居，对伊所有参务，伊连囡仔咧读册，伊也咧做家长会长，恁就知影讲伊安那咧关心伊四周围人。第三哈，伊非常的，不是跟他拄啊我所讲的讲，伊非常爱家庭。因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哈，伊这是熟悉的代志，下面有人在点头，他非常的爱这个家庭，啊，这是行做官有点，伊非常的孝顺。咱我真少看到讲这个，我接到迄个通知的时阵，看到伊含迄个岳母这张，张母吼，翕这张相，互我感动。要对家己的老母友好吼，这是。当然的代志，但是要对家己的表唔很难孝顺，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哦。啊，牙哥有一个真好，有点我放放下，我说爱看。啊，伊非常的健康，哦，你看，伊是真正勇壮的人呢，伊要安那喘气，勇壮，伊是真正勇壮健康的健康宝宝。啊，伊吼，阿伯要带咱行民主的路吼，你都免烦恼，伊绝对袂倒了。啊，拄只主持人讲叫阮有啥物期待啦吼，我希望讲吼，伊会当带咱吼民主的路，啊，咱互马英九下台吼，啊，咱台湾的主权爱保留，这是阮的期待。啊，我即卖用另外一个方式吼来迄、那个，祝福伊今仔日吼，因为阮年前会足侪人才，无论跳舞、唱歌、写文章、学做演讲，大家拢足厉害。啊，我今仔叫阮的美会、阮的歌手吼来唱这条。快乐的出版，我再感谢，好，谢谢。
谢谢，感谢吴老师。行，行。啊，有一首歌来代表咱今仔咱吴姐，嘿，啊，咱咧选一个北区市员吼，一个新的开始，好的开始吼，快乐的出场，感谢。大家向社会来，好不好？啊。今年是快乐的出发日，武汉的海鸥啊，欢喜出航的日期，亮相的电影线，天上的海水，阿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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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春风凉快心，满腔的英文心情，快乐的出发啦！谢谢，安尼有快乐无？